一不小心试图不会就掉下去了。我觉得这绝对是个高人，在圣心教堂上天。他穿的是皮鞋还是没事？我觉得是皮鞋。Has anybody would like to come and sing a song here? 确实这儿卖的人真多，这边垫着球，那边唱着歌。还有两个人，行为艺术。行为艺术，对，这是法国，典型的法国的这个，就是太有艺术了。是不是还没有找到埃菲尔铁塔？我还没找到埃菲尔铁塔，在这儿。好，年轻人，那球就简直像粘在他身上一样，花式足球。他要爬了？没有，他就刚才就是嘴叼着这个棍儿，然后上去，然后就是转着球，然后爬到那个灯杆上了。好吧。